这是最快的速度了，好刺激啊！哇！今天我一定要带小星星去坐直升飞机，就在前面。儿子，玩不玩直升飞机？啊，不感兴趣就不玩，不玩。这我都想去体验一下，这么酷！哎呀，我小时候就没玩过呀。旋转秋千，哎，跟以上一样的风车隧道，这个好刺激啊！自行车这么旋转，我现在不方便，要不然我还是想体验一下。哦，霸王龙，还有一个山洞，小水池呢？那个小水池在那边。你想玩水是吧？你跟我来。Later， 鱼池，你刚刚看到的就是这个，是不是跟你想象的不一样？但是我们现在票都买了。去玩卡丁车，这边都是大车，小朋友玩不了。我陪你开一辆车好不好？哦，系好安全带，翠翠在前面。这个可以玩几分钟啊？可以玩三圈。三圈。Are you ready？ 准备好了吗？出发。哦。哎呀，你跑这么快呀，你要不要超过妈妈？你慢一点呐，等等我们。右转。嗨，准备掉头。完了，这个小朋友要睡觉了。那、我这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，就这个速度我怎么可能追得上翠翠嘛。转弯。你慢一点，你等我们。好，最后一圈了，最后一圈我们要追上妈妈。嗨，拜拜。耶、yeah, 我们已经追上妈妈了，厉不厉害？哇，她要追到我们了。你先走，你先走，你加速一点，我们要撞到你了。转弯。好，我们再把它超越。哇，最后一圈了呀，你往右边，我们往左边。好，到达目的地，刹车，请下车。怎么咳嗽了呀？好玩倒是好玩，就是时间有点短。哎呦，这只能说是体验一下。嘿，小星星以前自己玩也没问题的。这个是儿童版的，你要不要一个人跑几圈？要。那一个人开不了，要一米五。身高还不够，等你再长高一点就可以玩了。他应该是要睡午觉了，我们才买了票你就过来睡午觉，这么大的太阳真应该去吹空调的。